第三首歌目咧系《群英会之小宴》，系由李建忠先生火拍，张伟冰小姐为大家送上嘅。嗱，刚才我开场嘅时候朗诵嗰一首诗咧，就系由李建忠先生所撰写噶啦。嗱，李先生系一位诗人，佢亦都系中华诗人嘅主编，亦都喺杂志撰写粤曲导赏同撰写诗词。中华诗人一百家，全部都是当代的诗人，他们所写的都是格律诗，荣誉得来不易。好了，现在请大家细心欣赏李建忠先生、张伟冰小姐为大家送上的小宴。前辈甜，辈辈敬奉啊先。感受歌灯啊彩片，似奏波琴流乐滚琴啊弦，百字心切念，拳拳声烟，美奏圆花弦，礼敬亲奉献。王揾师徒真心见，今次格就碧玉前，半哭夜明珠，双含成冠冕，师徒厚礼重奉先，往日末席偷陪公头先，今日应为贵客甚惊转，现主人牙堂啊转，急来公务别留前，对酒当歌，寻啊知偷坐，言主人啊啊，栽在面前啊。
Sir!
玉琪说：“多谢了。”梦成业，深深一拜啊，谢前天啊啊啊啊！嗱，雕蝉献丑啦。
似幻似仙，凤仙怎对凤凰看脸，他也未也叫凌波微步似飞燕，秋波暗里传，金刚见有莲，我心声动真似风筝断线。
先皇家女是天算贵品太师求恩典登门下彩弟子便六礼三处求恩典明会正取这位好善捐鸭是温侯啊你还叫温侯是夫郎这样才是啊三生盼月女仙，都要赴了接收，只许两次心不甜。愿对月盟心，共正皇天，对碧光参拜，誓盟定两言。Oh!